事。怎么了，老板？我有一个合作项目啊，想跟你谈一下。我可没钱投资，你找我干啥？不用投资啊，前期的费用。什么项目？人体胚胎培养以及孵化。啊！这个项目我都考虑好几年了，就一直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。所以你是想跟我合作？对呀。但是你这项目没个十万八万也不太可能吧？而且我也没有项目那个基地，项目基地。项目基地我有啊。多大？我有好几个200平左右的，那实际用地的话应该是2米乘2米3米。那不是，那中期的话我应该要投资的吧？多少？8万8吧。8万8这么多啊？这哪里还多呀，这可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合作项目。都这么说了嘛。那这样子我再给你加个12000，然后再给你加1块，301怎么样？好，那没什么问题，就尽快让双方法人见面。那这我得跟我法人商量一下。行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尽快签字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在年前选一个黄道吉日，我们尽快举行开工仪式。行，那我给我法人打个电话。好。哎，不对啊，老板，这太麻烦了呀。你看现在很多项目还没批下来就开始动工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猪队友，哎呦我的妈！你在干什么？不是姐，我在调整后视镜呢。什么后视镜？你要给我调十几分钟。不是，这后视镜得调好，要不然我们开车的途中。看我是吧？没有姐，我一回头我就可以看到你，为什么要偷看你呢？对吧？这我们待着很正经的。走。行。这姐，你这个车钥匙给我一下呗。自己来拿。不是，这不太好，你给我一下。自己来拿，我还给你送过去吗？不是姐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，你自己来拿。行，那他真拿是吧？我这钱打我干嘛？这很疼啊！小哥哥，你还挺帅的嘛！不是，姐你，不是你这样子，你这单我不接了，你打我，我不接，我叫我找老婆。等一下，别走嘛！不动你了，给你嘛，不动你，走吧，给你了。姐，你真能开玩笑，你。现在我赶紧把你送走，这扶着还打人，这是。你好，乘客已经修改目的地。不是姐，你为什么修改地址？这我家啊，送我回家。